绿方是朕定的，朕说朕不能走，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才是皇上，这就是朕的生死局。朕就是绿方，要是我最后一个，他们说的话你信，朕都不信，朕才是第三人。要杀就杀，下一招小心，给朕赢只能赢。记得八点准时和陛下相约湖南卫视哦。